恭喜一下，跟向你致意了，要跟全体的老师，还有我们的所有的家长委员顾问啊，说声辛苦了，有你们真好。啊，110人的周年庆啊，真的很不容易，也难得了，刚好这样遇到哈。那过程也许很辛苦，但是我想，只要办完了，会觉得很值得哈。那我想在大顺国小过去培养了很多的人才，为社会、为国家在服务。未来在校长的领导之下，要有所有老师、跟所有全体家长委员、跟社区人士的关心努力之下，我想大顺国小一定会再造风华，一定会还会再培养出一批一批的人才为我们社会服务了。那在这边再祝福所有关心大顺国小的所有老朋友，谢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加油！